真大的包啊！心奈，你还好吧？对不起。恰恰，小黎，怎么样？你学会后空翻和侧空翻了吗？我们一起玩吧。哇，还有自信呢、哦！如此一来，就改用作战计划三。怎么作战计划？总之要快，大声！后空翻！啊！这家伙，奇奈，你差点射中恰恰了哎！这正是我想做的，傻瓜！恰恰，准备吧！立刻遭报应，卷不允许恶势力抬头。今天该你值日吧？你忘记擦黑板了？真是的，居然趁休息的时候跑出来了，像个傻瓜一样跳跳去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啊！等等，要带走他的话，等我把这支箭射出去再说。不行，倒挡道！住手，心奈，很危险的。就是啊，心奈，吵死啦！小林。等等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女孩子？吵死了，再说三道四，我连你们一块射。西南，是可何止吧？字母表里的第一个字母 A。你不是西南？什么东西跑出来又收回去了？讨厌，西南的身体里有怪东西，就让我快出来！本少爷是恶魔的丘比特丘比乎，再妨碍本少爷的话，就把你们全部变成僵尸。僵尸？那是什么？鸟吗？那是老鹰啦。只要被箭射中，就会变成僵尸，然后就会乖乖听我的话。什么嘛？要说是恶魔的话，也未免太弱了吧？你这小子，我是这小子身体太弱了。嘿嘿。真服了你，奇奈，这是角落。来吧，你这只臭牛！你是谁？我有点太强。闭嘴！看我的！很闹吗？莉亚，如果进入莉亚的身体，加上她的快力，现在我力大无穷，看谁还能阻拦我。莉亚，吃我一剑，变成僵尸吧！不是我，是这身体太笨了。对啊，因为莉亚可不是一般的笨啊。好啦，趁早放弃吧。不快点从莉亚身体滚出来的话，就让你玩球球。什么球球？这是什么身体啊？不能拿弓，也不能用剑。莉亚，看这里，看哪看哪。快住手！怎么回事啊？身体越来越小。
兴奋！接着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捡回来，来，捡回来。住手！再不死心的话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让你玩哦。遭受如此的羞辱，自尊，自尊。好，走啦。还带着球。暂且先溜了。恰恰追，值日的工作稍后再做。